来来来，Cindy，最近那个杀警富二代曾伟豪的爸爸以前常来我们店里耶，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就跟以前我们 piano 吧弹钢琴的小新在一起的那一个啊。哦，你这样讲我就有印象，是那个出手很大方的曾董吼。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讲，前几天哦，我遇到小青，她跟曾董生的女儿自己养大，很可怜哎。他喜欢上来唱歌，然后他花钱大方，开好酒，开名酒。哎，他一个人来，有时候一个人花个80001万多，他这个曾威豪跟他爸爸简直一模一样，摆阔啊，花钱啊，耍帅的方式，花钱一点都不收了，就交往反正都蛮正常的啊，花钱很大，所以又带我去欧洲拜访客户啊，那怀孕后就不理我了。就不理生你完小孩子穿帮了，就知道他 office 在哪边嘛。我直接进去，就马上有个女的就冲出来了。这女的说："我是他老婆，你要干嘛？"那我就当场跟她说："啊，你有老婆啊？"我就问曾健说："你结婚了？"他还不讲，他还是不讲话。对，他都不讲话，啊，他莫就在旁边咆哮，蛮恨的。那后面完全不闻不问，找人又。给你掩饰中，但不趁现在讨一口气，我觉得我没有机会去讨这一口怨气，就对。22年来，我终于等到了，叫他来验嘛，就现在怕他不敢验啊，不然他还告我诬告，或是告毁他名誉都可以啊。如果没有这个事实，欢迎他来告我。小猪，那是错了吧？